278文汇报 Lord Face 19小时撑 Taylor Swift 2015年7月15日国际星情 A31 级美国香遥小天后 Taylor Swift 前晚于华盛顿举行巡唱 show， 其好友新西兰小才女 Lord 担任神秘表演嘉宾，并与 Taylor 合唱自己的《热爆歌 Royals》，令乐迷相当惊喜。 Taylor 邀请 Lord 出场前透露，对方为了出席今次的演唱会，特地由自己的家乡坐19小时飞机到来。 Taylor 又形容对方是他世上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二人的演出获粉丝激赏。另外，演唱会当晚的伸展舞台突然失灵停止运作， Taylor 化危为机表示要为当地的乐迷带来独一无二的演出。问他